梅姐，你打电话叫我过来干啥？请你吃早餐。干啥？请你吃早餐。不是你这不是献殷勤非奸急的好。不是你就说嘛，啥事儿？你对电子设备了不了解？电子设备？嗯。还好啊，咋了？那等一下帮我做个餐呗。等一下帮我做个餐不？你要干啥？走，我们先去吃早餐嘛。不是你要买啥东西？吃完早餐。今天我们就吃饭啊。大早上的吃早饭，吃饭你吃得饱一点，走。哎，你一天到晚。爸爸，你电话等会儿，有人干？电话等会儿。哎。这个饭你随便舀，就你想吃几碗吃几碗。行，我服你。好吃。不是你要买啥电子设备啊？冰箱啊，洗衣机啊。啥呀？冰箱、洗衣机。不是，谁叫你这样扔电子设备啊？那个叫生活电器。哦，反正就是带电的。我服你。那个我咋给你看？那个我也不懂。去看了再说嘛，你应该懂的。我懂啥？行，我待会陪你去看吧。好。选。这有啥好选的？吃饭还选？来吧。他这个没泡菜吗？不是，人家都有泡菜吗？你那是冰糖菜的。这你泡菜的。他吃挺讲究，还吃泡菜，吃饱了没？差不多。差不多是几个意思啊？还差一点。再去舀碗饭。不用了，没菜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小子啊？你吃我这碗就可以了吗？我这用勺子舀的，又没有脏干净的。辣椒水也没了，我得去打点辣椒水。我自己来吧。刚才行动。我跟你说，幸好你家做生意的。咋了？你那一般家庭养得起吗？咋了？就你这饭量，我的天哪！好的，请。快点啊！不是大哥，我吃了四碗饭，肚子撑的。不是，我叫你吃的呀，这不要钱的就使劲吃，拼命吃啊！饿呀！哎呀，好。给我看一下。嗯，他这个咋卖的嘛？这个啊，咋卖的？这十千三，哎呀妈，十千嘛，把我输名了来。啊，我买了一盒了，我说十千嘛。这咋的？自己还给自己讲价？我买了，不是买了。我看一下。不是咋的？最近发财了啊？哎，你别废话，帮我选呀、啊，快点选。你这个他带那个杀菌的效果没有？有点了，杀菌的。都有杀菌的。你觉得怎么样吗？嗯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都行啊，你如果说不需要烘干的话，你这款就可以。啊。冰箱就选那个，选那个最好的。可以。可以，那个嘛，那个其实算是中高端，不算最高端。啊。你不算中。反正你家的这些都该换了。我看你家那个老冰柜，我去。那个其实买了最多的。该换，该换。那就这个和这个，你给我说。来、啊、来，我接到我电话。接过来。电话怎么？你接的吗？我一个打个电话来，再把我的摔过来。放下，放下。啥玩意儿？你这个是干啥？插曲。哎，你一天到晚，你今天又换洗衣机，又换。你想啊，你搁哪发的大财啊？我发啥财？你不是听到吗？插旗，插旗啥意思啊？就欠着。不是，我就说你为啥你今天不和人家讲价啊？啊，没有，那是熟人，就现在没钱，先欠着。啊，就先用着嘛。啊，对，先拿去用。到时候用完了退他嘛。什么退他？给钱给人家，退他。我是那种赖皮的人吗？真的是看不起谁，我赚到钱了我就把钱给他啊。赖皮雷吗？